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农历新年相信大家都吃不少炒虾拆蟹的啦。如果家里还有材料剩的话，就可以试下整这个简易版的芝士月亮虾饼，即刻看看什么材料啦。切好虾之后，如果想再更加有口感的话，就可以用隻手去捏下它，又或者去搭下它，这样就更加弹牙的啦。金黄色的月亮虾饼好吸引啊，不知食落又是点的呢？虾饼的面层脆卜卜，够晒香口，而且入面亦都食到淡淡的芝士味。喜欢的话亦都可以点埋沙律酱，这样味道就更上一层楼啦。咁简单就整到，大家都快啲试下啦。Yoo-hoo！